那愈吹愈烧，搁听乌乌叫，风叶啊搁咧窜一个窜一个，即嘛真侪，十台有十台弄这个毛病，夏天都还袂过了，都提前打包送资源回收，这电扇唔是歹去，是莫大心啊，甲前后这个不锈，长久失油，世界时阵打打杀杀，莫大都会烧，严重时都会听啊叽叽叫，刷落来都塑胶袂叮当，这唔是歹去。已经资源回收去啊，都无法度啊。如果那是打包起来，咱紧甲摕出来，只要照这个方式做，这台电风就会生龙活虎，比你买新的更加赞。保养这台真简单，有的摸索一两个钟头，煞唔知要安怎落手。这支绳啊，小可出来甲拔出来，其他就简单多了。过来就是压落来吧，后壁螺丝拆掉，这塑胶壳啊，伊家己会落来。咱即摆就是买。甲莫大心嘛加油，去五金行买一罐真车油，油要点倒，看好清楚哦。电风甲夹出出，在这支莫大心的后边，第三四滴，用手甲握握的，油就会摄入去尾烧，甲之前同款，搁甲滴一遍，搁甲握一下，做两次就会使。这一定爱用尖车油，尖车油比较较无黏，较好摄入去。心的头前同款爱甲点油。第三四滴，同款甲熬一下，心啊已经滚溜啊，甲插电看卖，电甲滚起來，看这个心啊要停，敢那个唔停的，手甲熬一下，搁甲放开，这个莫大心啊，敢那唔敢停的，该停就爱停，那无停就真正是去拄着鬼，即马甲装转去，这粒正细，轻轻啊含的，像大力士的放牙，心啊这个平面向顶啊，也把装去，最后这粒片啊甲甲锁去。逆时针固定，一样都是不能太用力，那无同款的放牙，手甲拨一下，看装了有好势无？搁甲开电，即马即台是比新的搁较赞。这油是咱亲身落去加的，有真侪新的拢也无甘油，挂掉了新的才会来。有的使用拢超过三十年，有的都还变古董。电风要派无啊简单，即马免搁来烦恼，电风搁点啊串一下串一下，当年都爱记得安尼甲保养。吹出来风也较大，吹落也较凉，也较省电。毋是干那即台电风爱加油，厝内有电风呢，通通适用。千万毋通资源回收，由咱亲身甲加油，才是最大的保障。